你非要来一碗头嘛，惊死人啊！乌米嘛，你看还讲在晴天。味道诶，规个客叫画家咧。哪大哥？落雨。到尾啊咧，到尾啊小较危险啊咧。钓鱼机车啦。OK。唔水啦，赞啦。这个家猪怎么没有人敢出来走这一条啊？家会是欧安的。哎呀，哎，你看够有这嘞、個。哦哦哦，是嘞，很棒哦。嗯。那个，哎呦。不行哦，好厉害嘞！帅哥，啊，现在如果叫一个人来，我真的我不太想，我只有打开来帮忙。荒郊野外啊，这个在避雨嘞，雨若较大，就避树啊卡。哎，这边的水面反而没有降很多嘞。这点好像那时候你跟你哥哥、跟你的爸、跟你的爸爸在钓吧？不是这里。不是这里哦，咦，怎么这么像？很像啊！哇，水退好多，退到整个退到下面去了。哎呀，好够大诶，那也推啊侪哈，哎，红魔鬼啦，遐看到无？这慢慢钓过啊。喂，真诶，我遐遐变来变遮大只啊！对啊，你唔知？哦，钓一款。嘿啦，够你钓啊，一只，一尾一只啊。哦，大尾。哎、欸，哦，靠背哩！哦，对了对了，这个好了。啊，你还去用水啊你？我靠背啊！来尝下子。哦，这个粗。无啦，这细啦，这无粗啦。这小秘籍哩嘞。你人家功课够多呢。哦，这么多侪嘞。哎、欸，阿勇哎、欸。给你拿照这款板子嘞，真正有可能白烫哦。大家拢走去遐玩吗？嘿啊！啊，大家拢敢甲阮阿英阿兄板单？嘿、欸，无啊，这嘛袂讲真歹行啊。啊，是真嘞，朱大哥，这个是你们要内涵的才会走这个啦。哎、欸，你个这砍解种啊，遐也袂飞出去啊，你拍几万？我头时间用着遐哦，我正掠来用。你家试看卖，我头时无一寡东西嘛，是只跳走的。大尾伫个脚，你是要钓细尾啊？无，看来细尾头遐侪钓。钓较远的哦，大尾拢比较远的。啊，大尾伫个脚，小米鸡不要看。哦哦哦哦，有够嘞！有桥啊，你敢说？哦，开始起雾啊呢，到人间仙境咯！跳出去会袂出来？我唔敢哦，恐怖的。了收，狗仔伤细哦。
狗太小了，你看它大了无？狗太小，会较红红的看。嗯，哦，不定的。只是细尾、大细尾拢有啊，较麻烦，爱处理一下。还记无？我有加。较较重的。真重啊啦！这款来敢买？无得了，了了，滚烫。我是知。我要笑，你头前个电视啥物情形？这款的来给我坐了嘛？嘿啊，这是啥物情形？是啊，规定。唔好坐啦，我讲，你是安怎好着不倒？我知啊。哦，哎，你迄讲啥规定？遐大只敢好？吃吃吃，钓边啊，钓边啊，钓边啊，大尾，吃吃吃吃，吃大尾好。你办迄个啥？办通乐会哦。珍珠石斑，这块嘛袂吼。好啦，热天好啦，热天滚汤就好啦。嘿啊，汤免大免破啦。大尾啊。咋？空哦。我来。是啊，你敢有影？你看，大尾啊。哎呀，看大尾，无去到迄拉拉会煞哩。唔免啦，等，先莫拉，无说话游过，咱就去空哦。大尾啊，有无？有啊有啊，我靠北小秘籍哦，你等待存啊！哎，大细人才这么多，这拢有嘞，这个比袂少嘞。年年十八岁，这个才这么多。连庄哦，看好哦，半只甲伊行。啊，无呀，好酷，哈！哇，细汉他细，哼，过天打轮呢。有喏，安尼伸缩唔该自如。出几条啊？欸，你要射去后壁咧？我感觉足恐怖的啊！哦哇哇哇！喂！哦，红的，红。啊，底下很多障碍物啊！哦，这边怎？哎呦，哦，还皮呢，乌龟啊！这嘛不是乌龟啊！这款你敢买？吃袂落，你讲吼，有啦，看，大只，刚刚吐落去啊，差你遐济，伊讲你演得一出嘞，哇哇，这还好啦，这煮汤呢。好啦，小心台，要较整，较顺的哦，愈钓愈细。哎呀，哎，一尾大个，敢看到你就惊你。看到我的鞋，那都鞋伤歹啊。所以你穿雨鞋会比较不会那么滑。刚才要修啊，你直接讲，哦哟，傻笑。敢买？好啊，反正今仔袂钓到大鱼啊，也来过汤。
有诶，干你是神射手呀，拢免看，但系就遮准。那伊再搁捡落好啊，你是咧现在准？我系我即个用大只哦，大只要钓大鱼哦。哦，我咪钓小米鸡哦。大只。钓小米鸡叫用臭死鱼哦。这只真正要大只哟！啊！真的假？珍珠石斑呐，靠背嘞！真的。今天这大哦，这一百年，这一百年无钓到黑珍珠石斑大尾，今麦就惊到啊！好羞哦！哦哦，哎呀，大鱼钓大鱼，哦，这下我钓到啦！钓这尾你也等呀？这尾我用出来吼，要有养尾了啊！快变下去，好笑啊！哎呀嘞，你好笑咯！你像这鱼也是有够灵巧的。哎呀，破地嘞！你是要救？拖去搞破地。你拖去搞破地。实在是真无赚，无赚。哦，有嘛有啊？哎，可以啊。哦，好白花呀！没拉起来，没拉起来，拉起来可拉了我这呢。张大哥，咱先过一边啊钓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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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见刚才落，刚才那怪在钓了嘛。11:40，我去买啥？我以为靠背，你看你，让你看起来这乖。靠腰嘞，我叫我老婆嘞，还欢喜者。结果是你这款小米鸡。哦，我去买，这酸你靠腰，规顶红红红，你不要看。啊，哆啦 A 梦呢，昂昂昂的。来来来！哦，阿勇，哦，昂昂昂昂昂昂，你这已经好被提落来呀？对哇，是被提落来呀。还排呀排呢，排得清。不过今天水温比较低吼，哎呦，越下雨越大啦！是安尼哦，我也知。哎呦，
你一击刚才伸缩，伸缩，你一击啊，钓较短个啊，我钓个单雷公，你钓较长。你唔该讲，我再叫迄类咧，叫，叫雷公公嘿。那有一次我也是钓鱼钓很大，然后躲在树下啊。我干那一次，他魔鬼一直挂拐到喊诶，离奇啊！你看来敢要煮汤？啊，卖啦，真济啦！人个普龙公诶，那个小妹就说：“不会啊，还是很多人在钓啊！”我看他两个在笑在钓咧。你是你刚用横的阳竿哦，不要往上哦嘿，因为往上它危险。哦，你讲几个来啊？啊？讲好河马成成成的，安怎？你还讲河马成成？较废话。你是要怎咯？要买单哦？河马成成成太气了。我爸喝不多嘞，你为什么还要出门去捕鱼？他为了生活。要赔。他为了生活。该变啊，当然了。啊，那个真正想带去米丘啊街啊。那是家己讲袂通尔。系啊，就是无差，你知哦。我那个你也看蛮难嘞。没雨的嘞。下很大，然后很快就没了。哦，又来了！哇、哦！有车哦！钓目睭啦！到边这尾是安怎？因为因食物件啊，去食目睭的。今天是咩话？啊，是昨下给你摸见河呢。哦，是一大爆花。你看哎呦要认真钓才会有鱼啊！哇，你技巧能耐，但好你钓起来拢唔行，出来去死！哈哈，还比较保护。哦，对了，要突破障碍啊！不会再继续追。它这里不会障碍啊，下面我看到没有树枝了，让你感觉上旁边有那个。哦
镜头底下无翕得了嘞。有啊，遐家己家己翕。张大哥就老尾，老尾，过头都老带尔。老带尔啦。那我是小大哥。但我怎么乱？我来乱呢，反正都有皮，我都乱乱起。哇。哦。再说那里洞有鱼啊。歪歪的。哎，哦，你拢在拍啥？我去看呢。我看嘛是小飞机呢。人个小飞机已经算我那个专业物业。我先我们走啊、哦！你看这张大哥钓的，我钓。今天都是这种，是难得才有这种，好不好？好康哦！好康哦！砍上下底嘞，差不多这块砍上下底嘞。嗯，砍差不多下底。我开始搓嘞。嗯。好好好。我看来看来。看见人过啦。你过啊！你过啊！咱人丢啊！人好难丢啊！
哦。来来来，来我过好，过好遐哩。等下，卖全部过开，你讲啊？没有。好多个龟仔。三四十只。哦，大只，大只，大只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好中心的，对了，中心的，中心的。哦，娇羞的哟。哦，冠军呢？冠军的啦。哦，有嘞，高啊！特写起来，特写起来，哦，哦，高啊，厉害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漂亮了！哦，来来来，这个又甩开了，厉害！你看看毛根啊，看看我到，看看脚底底会不会磨一下？这边接啊，这个高脚的。看你的烟雨过来，开，我给他开。你过来时候开，我们就去打你那个。他这个，哦，好高哦，厉害哟。哦，好看唔到，尾巴啊！好看唔到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嘅，靓仔，想睇搞嘅，想睇搞嘅。大家去救我！好冷！真十分不少啊，煤气啊，煤气啊，厉害了，哦，这好厉害的。这金瓜嘞，什么金瓜？无两金瓜，那小明鸡较济啦，名就变丢啊。有无？有小明鸡啦吼，啊，这会知啦，好啦，真知啦，爽不？爽。
拉爽爽，他拉到不要不要来得了咯。比较唔通，好，哎呀，哦，这个要练过的才敢，哦，没有练过的不要来，不然太危险了，万一真正买单的，下次见。你搞这个是唐人街。